近日，演员李梦现身上海，去年的那部口碑网剧《隐秘的角落》，李梦跳脱神秘少女的形象，出演了荣梓杉的母亲王瑶。这个戏四集里的人物不仅让观众们看到了李梦的另一面，也帮助她拓宽了戏路。马上就要进组拍戏了，是一个比较就是一个父女情的故事。记者陈湘云，上海。